晕，不是让他晕，不是养他，把他捂住，捂住，捂住，吵他，吵他，吵回去。为什么对他好要养他呢？因为他身上流着我的血。一个很有名的叫耳屎记去嘛？没有，是耳屎记去，不是。请出题。为庆祝林洋配获得奥运金牌，台北市政府规划将两位当年就读的中山国中校门口所在道路增设别名为林洋路，而在美国 NASA 总部前的道路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命名为 Hidden Figures Way。 请问 Hidden Figures 意思是什么？这没有选项啊。这个关键字是美国 NASA 总部前。简答。这个事件跟美国 NASA 有关系的。那这个一定有典故的哦。一定有典故的哦。各位，林洋配，然后在林洋路，像点点跟露露他们也组了一个组合。而且要超越林洋配的，所以叫赶林洋配。超过他们。好。太赶了。赶过去要赶过去。三。二一，好，请亮他。好 ，OK。哎呦，有一个人完全正确。好，种族歧视。我们看这个板凳球员，在黑人关键少数。就是他。OK， 然后被忽视的发现 ，Number One。哎呦，菲尔普斯，菲尔普斯是飞鱼，游泳名将。他跟美国 NASA。对啊，这边没有答案。消除歧视，未探索的极。喂，你就从字义上挤不出答案。他在挤答案，正在挤啦。消除歧视，建中了，为什么？就是我记得我看个纪录片，是一个女太空人，然后因为她是黑人，然后她就是那以前的工作环境是黑人跟白人上班的地方是分开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时候是要上厕所都要跑到另外一栋，他不是太空人的，他是就是这是在帮忙计算的。但你这部电影的名称就叫关键少数啊。好像是。对啊，这部电影就叫关键少数。对，这部电影有就是叫忘记名字。对，他是那个关于种族歧视的故事。答案就是关键少数。Hidden 就是隐藏的意思。Hidden 然后这个 figures 双关语，还有人物或者是数字。隐藏人物等于是关键少数的意思。对啊，他刚刚讲那个就是电影描述1960年代那个时候 NASA 就是正在要有一些任务的时候，就是这几位非裔的女性。对，他们就是要分开上厕所啊，等等等。但是因为他们是就是那关键那几个少数，然后才让这个任务成功这样子。OK， 很重要的。厉害，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啊。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正港分局是近期的影集，剧中只要有人把成语写错，就要被杀掉。请将下列成语错别字修正。ABCD， 你各写一个正确的字就可以。有的不一定有错，也有对的。哇，这个很难。没有错的，你就不用。我们就不跟你说几个对几个错。对，就把它有错的就圈出来就对了。把它改出来。哇，这个不常用真的不行。真的没有常常在写的话就会忘记。墨守成规，滥竽充数，一笔抹煞，妄自菲薄。好，三。二圈出错的，一改出来。好，请亮出答案。好，墨守成规，第一个墨就是墨水的墨，对不对？滥竽充数，那就浮泛滥的滥，下三滥，那太多了，泛滥了。一笔抹煞，抹去掉，抹去哦，所以抹是不对，抹煞，抹不是抹煞，不是魔鬼的魔，抹煞，抹是对的。妄自菲薄，没有错，对这个没问题。板凳区的，加油。好吧，夏天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睡觉时蚊子在耳边嗡嗡的飞，打开灯却找不到。请问为什么睡觉时蚊子喜欢飞来耳朵旁边 ？A， 因为耳朵皮肤薄，蚊子容易闻到血的味道。B， 因为耳屎的味道。C， 因为耳朵暴露在外。D， 因为耳朵离心脏近，血液较新鲜。对，很奇怪，很讨厌，他每次都飞到耳朵旁边，在那边。对，后来终于抓到。That's good。怎么处理他？晕，不是晕，不是养他，把他捂住，捂住，捂住。吵他，
找回去啊。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对他好要养他呢？嗯，因为他身上流着我的血。哇，好对啊，对不对？视如己出嘛。好 ，A B C D 三二，拆拆看喽。一，请亮摊。我。全部都 A 比较多，全部选 A 耶，写 B， 因为耳屎的味道 ，Why？ 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耳屎寄去嘛，没有，那是耳屎寄去，不是，就是用三去法，就是看 A、C、猪都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哪里选 B， 哪里不合理 A 哪里不合理 ？A 大家都选 A， 你觉得 A 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呢，你其他的部位它也有机会闻到血的味道，也并不是只有耳朵而已。哦，好像有道理。OK， 那 C 呢？对啊，耳朵。C 就是暴露在外，你今天大腿暴露在外，它也是会过来叮你，所以觉得没有跟暴露在外的关系。没有关系。那 D 呢？耳朵。D 就觉得不合理。对，很对啊，明明就离蛮远的。哦 ，OK， 正确答案是 D 耶，就你们答对。关键少数哇靠！文字由嗅觉来锁定叮咬的目标哦。台湾人谐音梗的写意从以前就流传下来，在日治时期的嘉南大圳，因为通水后订三年轮作制，透过配水让各区域轮流种植水田旱作，违反农民长期以来的运作法则，被农民戏称为嘎郎大圳。请问哪项作物不是三年轮作制会种植的产物？哦 ，A 水稻 ，B 甘蔗 ，C 玉米 ，D 杂粮。在我眼中看来就是二选一啦。是哦，对，但我不能提示嘛啊。好，思索一下哦，同学，三年轮作就是说。我放水的一个状态，这一区，分成三年，这一区放水，哦，这边先种三年，哎，那然后这一区，又轮到三年后又轮到他，换你们这一区，啊，另外一区三年后，这边等于三年休耕，然后去再去下一个地方，哎，他休耕，他没有休耕，他可以种别的作物，不同的东西，有水的部分我种什么？没有水的部分，我种什么？水田旱作。三选出不是的。二一，请亮答案。对，没错，应该就是甘蔗跟玉米之间再挑选一个。但是我们板凳区新竹女中选 A 水稻。Why？ 原因？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猜的。宕机了。OK， 其他都选玉米，对不对？这边有没有别的答案？全部都玉米啊！对，正确答案当然就是玉米啦，就是番麦啦。